小的6800。哇，不能刷错嘞！好了，我来了啊。哎，你怎么找到他的？我从000打到308。你整个晚上没睡，都在打电话。我以前也有认识其他女生啊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让我这么牵挂。子琪的爸妈你见过了吗？没有哎，说不定是他家里有什么事情不太方便吧。不方便就表示也许他有事情瞒着你。你有见过他的家人吗？沈杏仁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你等着看吧。别轻言放弃掉，趁就别乱飘，乖乖等到那一天时机恰恰好。想讨价还价也得有礼貌，别投机取巧。谁不知道越让你煎熬越让我骄傲，我只好装作疯陪你勾心斗角，免得你无聊。我们来好差不多啦，我今天会先回三峡住一晚上陪陪我妈，我明天就直接去机场了。哦，那你要快点回来哦，不然我上班很无聊，下班更无聊哎，而且一个人住很可怕。好啦，会啦，你记得要把门窗都锁好，每次都忘记，这样子很危险哎，知不知道？好啦，知道了啦，乖。三太子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打电话给史特龙啊，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不必了，我怕被史特龙感染人畜共通疾病，很危险，而且找他还不如找你比较可靠。三太子，你这句话真是相当的中肯。但是比起史特龙那种咖，你也只不过比他好一咪，就这么一咪咪。好啦，我要去买东西了。我冰箱里有帮你准备10天份的便当，你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意大利面你可以当午餐跟晚餐，早上你可以自己烤吐司喝牛奶。干嘛啦？干嘛那个脸啊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就舍不得嘛。12月纽约非常冷，我帮你买了围巾。小心不要感冒。我买了2种暖暖包，这种可以放身上，这种可以贴衣服里面，还蛮有效的。谢谢。哎，能不能早点回来？应该不可以。
过我可以每天都寄信给你。你说的哦。嗯。上班了，我明天就要去纽约啦。我想说今天回来住一个晚上，陪陪你嘛。嗯，哎呦妈，一个人住都已经很习惯了，你陪我干什么啦？你还是多陪陪我们家子琪啦。我每天都看到你们家子琪啊，有什么好陪的？我就想陪你嘛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回来给我看一下也好啦。我去煮饭。哦耶！那我去出饭。哦耶！子琪呀，嗯，下次要回来吼，早一点跟沈妈妈讲，要不然沈妈妈都没传呢。沈妈，没关系啊，你怎么煮都好吃哎。以后沈先生不在，只要你一通电话，我就回来陪你吃饭。哦，子琪，你好贴心哦。沈杏仁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下次跟我们家子琪要好好相处了，要没事哦，就是斤斤计较，哦。好。哎，沈妈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已经把你们家子琪宠坏了，他现在都哪里来威胁我？没有啊。嗯，子琪啊，嗯，那你家的人有没有喜欢我们家杏仁呢？啊，你有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要把我们家杏仁娶回去？还是吼，过去跟板板的啦。啊？什么？其实我们家的人不太干预我的选择，只要我准备好了，只要沈杏仁愿意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啊。谁跟你随时可以啦？妈，你干嘛讲这个啊？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子琪来我们家，我比较方便介绍给我的朋友啊。而且，他们看到我的女婿长这么帅，我好有面子哦。沈杏仁，嗯，我们上一次台风的时候，我们还爬上屋顶修漏水，结果从屋顶上面摔下来。这个屋顶这样看其实还蛮高的，嗯，我那个时候摔下来只有手受伤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强壮？嗯，好强壮。结果你还把我的手包得跟巴掌一样。是跟我玩？有。而且我妈很偏心，自助姜汤给你。这么好喝，哎，嗯，谢谢你陪我回来。谢什么？我女朋友第一次出国，哎，我当然要亲自送啊。其实我很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坐飞机，哎。那我劝你最好赶快习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来非常有可能会跟着我一起环游世界。笑什么啊？你又不相信我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不相信啊。
你现在就算说你要带我去火星，我都会相信。喜欢和爱之间的差距，像决心又沉溺的乐趣，既怀疑又坚信这爱情。好像很少说你家里的人的事哦。我们家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他们开杂货店吗？开在哪里啊？我们家其实很普通啊。就是跟一般的家庭差不多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，喂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打给你，方便说话吗？方便啊，你说。我现在正在做耶诞节限量钻石的甜品计划，因为代理厂商临时明天一早就要，不然他们就要跟高丽百货独家合作。我还没有收到营业部限量商品销售量谱表的资料，我找不到行李，卖家联络不上，新人又请年假，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他，所以只好请你帮忙。明天一早就要，对，很紧急。如果他们交给高丽百货的话，会影响耶诞节的销售数字和整体的形象，能不能拜托你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报告沈处长，你的圣诞节限量商品销售量图表做好了没有？还没，那是下礼拜才要交的东西啊，而且统计数字我已经交给曼蒂了。郑凯打电话来说，厂商明天就要看企划案，如果没有，他们就要跟其他的百货公司合作。他现在正在办公室把剩下的企划案赶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叫绿茶去。绿茶不知道那个档案啦。不然你去好了。啊？我去？嗯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可是你明天要出国哎。工作重要吗？我没关系啦。哦。
走了。嗯，去吧。这是业绩数字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让你回来加班。不会啦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那就麻烦你处理图表分析的部分，企划文字内容就由我负责。哦，这样分工天亮以前应该赶得出来。好。你怎么了？没有时间吃晚餐，我有点痛。哦。你要不要？好啊。那可以麻烦你顺便帮我泡吗？哦。我先去泡了。Thank you.